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修修。大家应该很多人有看过这个何池用这个单手打拳皇的哈，那这次呢也是用单手，而且用的是三温哈来打小阿姨啊，打一个美女主播小阿姨啊，看看这一波是如何来打的哈。他这个单手我刚开始看的时候都不知道啊，以为他是双手的，哎，打晕了，敬一杯酒来，干了这一杯吧，小阿姨，我要把你灌醉啊，但是不能让小阿姨流泪是吧？Round two, lady. 单手三问哈，真的有时候呢，你就是看不出他是单手啊，他的操作太强了啊！下 B， 上 A， 甩一波，一碰就刚吸地了。哇，这种手法哪里像是单手啊？好，跳吸抓到，哇，又打晕了，又要来喝酒啊！还好哈，后面的这个姐妹啊，看不过去了，马上出来救美啊！好，下地踢到。不好搞啊，喝了两杯已经微醺了，喝吃够了，不要再灌酒了啊。看看小阿姨这一波能否有什么好的表现吧。漂亮啊，小心夹他的头。哎，升龙反手升龙很牛逼啊，再升龙相杀落地，漂亮，小阿姨反一个抱抱啊。哎，这次没有接八字女，抱歉。一直在跳，一直在跳，还要调戏啊！好漂亮，加他！怎么地？哎，哇，牛逼！这次抓了，重拳超杀，辣手摧花。好的啊，大家喜欢的点点关注，关注羞羞不会走丢。